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HU。今天是中秋节，中秋节的当天我们要干什么？烤肉。我自己呢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，这些都不知道花我多少钱了。然后在那边呢，今天跟去年一样，我们都在华州鹿鱼场烤肉。有去年的经验以后，我就知道今年需要些什么。然后我在那边代订了2000元的烤肉组合啦。那我这边呢也是有一些小小的食物从我妈早餐店 A 过来的。那这次跟我烤肉的人都是我比较熟识的人，然后我的朋友这样子啦。我们稍微看一下我买了什么好了，好多东西哦。反正就是一些碗啊、盘子啊，然后铝箔纸啊，反正餐具之类的啦。这个是里脊肉吐司，我想说两条应该差不多，因为其实吐司烤起来也蛮好吃的。那这边就是饮料啊，上次很缺饮料，这次备足了饮料。那这一个呢，是我另外刚去家乐福买的，我觉得还不错啦。里面呢都是冰啦，因为我想说饮料就是要配冰才好喝啊，才会爽。所以就买了这个1200吧，1300还1200忘记了。那这里呢还有一个类似野餐垫的，超大一个，根本就是我家客厅大小的野餐垫，超大的，我也不知道从外面买到那么大，300×300哦。那这边就是卫生纸啊、瓦斯啊，还有碳，就是这么简单，还有一些给吸啊。那因为这边东西实在是太多，好几箱，哇，我应该会叫一个大台车子把我载过去，然后顺便路上接我朋友这样子，勾勾。叫我们的壮丁哥哥帮我们搬一下，哇，今天租的车好帅呀！哎，出来了没？你现在才出门，拜拜。好啦，看到我要说什么？中秋节快乐！好，四项四项，加油，加油！我今天要耍废一整天，这边真好，有个小推车。你们怎么推个车也可以推得这么开心啊？他自己放的。到底有什么好笑的？是不是轮子快爆了？对，因为它有一个轮子不稳，它没有办法着地，所以它就会歪来歪去。哇，天气真好，前几天都在下雨哎、啊，今天你看，今天那个云超漂亮的，雨很漂亮，很适合露营。嗯，盛源，这没什么好介绍，快哭啦！哎、好像在这个草地上看起来就很小，我在家里看很大、啊。开箱2000元的食物有什么？烧烤蔬菜盒、蔬菜、天妇罗、鸡肉串、骰子牛、虾卷、米肠、里脊肉，得到小小分量。香肠，最后一个压轴，烤肉酱。还有吧？那什么？是木炭。我们女孩当自强啊！哇，自己你会装哦？女孩当自强了，哎、欸，等下会不会喷过来？对啊，所以我才跑来这边，然后你又过来。有瓦斯啊，有火了。太帅了！风是从这边过，这边可以这样子。哎哎哎，危险！奥达，你用啦，不要给他碰啦，潇洒木。提醒，刚才镜头说什么？嗨，中秋节快乐！对哦，四项四项，大家都厉害。拜拜。赶快剪，赶快剪！我们几个女孩子已经把东西都弄好了，食材嚯都准备好了。话说我好像约了蛮多人的，已经一个小时过去了都没有人，所以等一下我们看到那些人的时候，就叫他们做浮力挺身才可以进来烤肉，太过分了，我们都弄完了才来，这就不可以，不可以。等一下，哎、欸，等一下另外一个人呢？啊，哎呦，今天有事。请问现在几点？现在几点？都他啦，他睡太久了，真的是很夸张哎。好，就你代替澄清好了，浮力挺身10下，谢谢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好、啊，你要跟大家说什么？中秋节快乐！对，啊你嘞？ Yeah! 中秋节快乐！ Yeah, OK， 我已经闻到肉的香味了。帮你。不、哎、要，那么脏！为什么肉这么久？冰箱是你的啊？小冰柜而已。想看？那你为什么你要挡在我的相机前面？你有在？你有在录是不是？好像你有在录。就是他就这样放着啊，这样子录啊。你就站在相机前面。来啦来啦来啦，肉，我在等你的肉，我就架很久，我都等不到肉。谁啊？肉。可是因为肉。我一期在住多少钱？美国桑拿，很厚。你们好厉害哦，感觉很好吃哎。厉害厉害。对，要吃。一串50块。不是，我烤的，我烤的。来，我们一期。你说说你几点来？我原因为什么迟到？为了你啊！啊，你给我去做浮力挺身10下，要跟大家说什么？哎、欸，大家好，我是一起，啊，我后面那个是猪，
快点说中秋节快乐，中秋节快乐啦，快点都中秋节哇，他都做四下了，你行不行？对啊，你要做40下，太累了吧？好了好了，意思意思就好了，谢谢谢谢哇，两个美女一起做的。应该会很好吃吧，外脆内软。啊，你怎么没有用烤肉酱？它原本就有腌的，它那个腌不是、啊、我说吐司啊，吐司要沾烤肉酱啊。对不起，先吃原味、哦。这个一定是没有在做菜啦。对，没错。嗯，来来来，大师来了来了，他应该没手吧？不管啦、啊，就是这样。你把它弄开看，你就把它切开来，对，把它弄开，对，把它切一块。你看这个超厚的，哦，好嫩哦，解不断呢，哦 ，QQ 的哦，改奥达好了。来，奥达说，你要在这边，你不要面。你说我要哦，我在这边吗？对对对对，我们要来烤棉、哎。你的屁股，屁股，我看你的屁股。我烤屁股哦，现在来烤棉花糖了。听说直接用这个喷最快，是不是？不用蹲在这边受罪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快好了，来了，有火了。哎、欸，好快啊，好快啊！好大危险！你不要看到哦，危险呢、啊。别的不要动。可是还没焦哎、欸，所以它可以调小火的。所以它现在这个情况是只有烟而已，没有火。焦了，有。不要，危险啊！我们安全第一啦！哦，等它烤肉是这样收汁，这样还有一个温馨的画面，对不对？很有很有，你是为了画面过来的，不是为了帮忙？对对对，是而且这块好了，对不对？甜不辣跟米这个米茶我还没吃呢，它这个是什么我也没吃呢，这是糯米肠，这个不知道什么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哎，有人说什么烤肉酱啊，就是快好了再沾。不然很容易，很容易口焦，不是会有那个什么，就是对身体不好。哎呀，新闻在播，新闻在播。哎，那你还是不要吃，是吧？那你还说吐司也不要不要，把它全部收了，全部收了，不要，你要看到他的表情，微妙，不要吃，大家都不要吃，不要，讲不赢生气。好，拜拜，告别。耶、yeah! ！哇，这边感觉也很好吃呢，有鸡肉，还没熟、哦。我们鸡肉全部哎，全部 A 走了。想吃要来求我们奥达，感觉已经差不多了。我在等待，我也在等待哦。不行，我要3只。没有啦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啦，开玩笑的。大家加油，我先睡了。晚安。今天太累了。